第三十五题，金属锰和氧可结合成多种形式的氧化物，其化学式可用 MnxOy 表示。若已知某一种锰的氧化物316公克中含有氧元素96公克，则此氧化物的化学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看到有96公克的氧，我们知道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会等于摩尔，氧的原子量是16，所以有16摩尔。要注意的事情，这个6摩尔不见得就是我们这边的 Y， 就是所谓的6摩尔，因为316公克不见得就是1摩尔的锰的氧化物，可能是2摩尔，那就变成2Y 会等于6摩尔，那如果3摩尔就变成3Y 会等于6摩尔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算出来今天的我们的 X 这边的 Y，它算出来这边的摩的时候，它的比例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如果我们是两摩就是 2X 跟 2Y， 如果我们是三摩就是 3X 跟 3Y， 那么算出来的比例还是 X 跟 Y 的比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看看我们的 X 会多少，那比例应该会多少。那我们有316公克的物质，那么其中呢有96公克是氧，所以我们的锰是220公克，那么一样质量除以原子分量分子量就是我们的摩尔，所以220除以锰的原子量是55，就是4摩尔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 X 跟 Y 的比呢，就是所谓的4:6，也就是2:3，所以我们应该是 MnO3，这样就符合我们的这边的要求。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此氧化物的化学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MN2O3。